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楚浩晨曦，我们是西楚霸王组合啊。今天上来看到第一条比赛的航线是由军事基地到我们 S 城西部的一个航线。嗯，其实今天来到海岛图的第一场，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在于 P 城。没错，因为经过了一周的调整之后呢，整体来说大家的跳点有可能会发生变化，因为在训练赛中我们发现 LK 是去掉 P 城，但是今天他们好像是没有选择 P 城，而是选择了桥头，毕竟在前期搜索的话会有更多的福利时间。是啊，训练赛的话更多的是一个尝试嘛，对吧？如果在 P 城如果取得一个好的成绩的话，会继续沿用。过后骑上咱们最新的飞行器小扫帚，不知道大家喜欢魔法学院风格，向往哈利波特风格的啊，有没有去搞一搞这一手？没错啊，上来的话，你看 Give Me Five 啊，是他做的第一个调整，是这一场选择了滔博的一个集装箱的位置。没错，那这一次呢，滔博是轮休嘛，去控掉了。哦，酷酷这边的选择更不一样，他直接来到了 P 城。对对对，因为 SMG 不在嘛，P 城这个点的话也是看到了 4M 反正没有去，那这样的话在下那倒不如去搜他一波。哎，那个 P 城搜完肯定结果不一样了，而且物资比较丰富。就 P 城的话，我们不一定说 XQF 几兄弟全要搜 P 城啊，就是说酷酷这边搜完以后呢，能够多控一个就是车库里边的车，而且这个现在的 P 城是正中心嘛。对，这个圈型给的也比较好。嗯，那就没必要去矩阵了啊，这样那个航线的话再加上 SMG 也不在。但是另这是咋回事呢？啊，有队友接，要不然的话一杆98K 裸体跑在原野上，还是让人觉得有些垂涎的。那我们这个令多组啊，当然了，其实这个还是有这个司机来接的，必须的。那必须呢，小公主嘛，那待遇必须要给上啊。这边的话，这局 XQF 的载具啊，肯定是不用去多想了，而且 SMG 不在 S。SMG 不在 XQF 那肯定是就能够很舒服的完完全全的把这个 P 城给吃掉。对，而且 P 城刚刚也说到嘛，第一个圈直接给到了一个 P 城为中心的圈型，现在就基本上大家可以在 P 城这边先做一波汇合，然后去搜集一下物资，再等下一波圈型的刷新了。很少见啊，很少见，虽然说就像他们在采访当中说的一样很迷茫，但是喜人的是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能够看到 XQF 在主动求变，很少见到他们从矩阵这边主动放弃跳出自己的舒适圈。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比较高的顺位，真正强队是不完全靠穿行的。嗯，但是呢一个特别恶心的穿行啊，会制裁掉一支特别强的队，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。哎，对，这边来看到果然又遇到 JCR 了。哎 LK、okay、这边的话盲扎山顶，但是竞争你就会让他这样跑掉吗？酷酷虽然说我们看到都是压的走了，
小象牙的吉普声，我不知道听没听。应该走了。这第一层该怎么破防？我先去防三加二待着吧。我发工具了。这样。哎 ，OK。哎，你们有油吗？我没有，我油挺多的。我车没油了。你干嘛？我车有被偷了，我开过来就没有了，我傻了，我真的傻了。怎么操作？吞车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车怎么没有了？我才开这短短一条路我就没有了，我人傻了。你说什么？找一下。你什么车？八六。你先挪下来呗。啊？我给你位置挪下。多少油了？那你说完没？我人都傻了。我刚说。把虚弱子弹带一下啊。我在这边，那麦地你看啊 ，P 城那边靠双母仓，麦地那边你看啊。城头一圈不会进人，你不用怕，城里面可以大胆的站一下。我找个地方。我操，动都动不了了。嗯，我说了，我才开一段路就没有了，我人都傻了。我还说帮你挪一下呢。啊、就是挪都挪不了，我才跟你说。够要被抢了，真没劲。我要，我没被劲。哎，我可以再给个四呗。你要是一边没来。我在城庙站着了、啊、嗯，我在城庙站着了。嗯，不过我带那个标也高点。嗯，我也玩 AK 了，我屋里变成18发。你这个车油怪吓人的。我才被吓到了，我从 C 城开过来，开到 B 城上来没有了。我都惊了。把这点有着呢。嗯嗯，你接目标。你们都看一下教堂小皮城那边，哥斯拉都过来的话，那边应该不会有太多人。我看不到那种。哦，我车被修了，到谁修的？我放城里面。徐敏，你车在小皮城？嗯。十二宫山有车，往那边跑一跑。我没车了。那要不然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什么，这个就是 LK， 你打这一队，有可能我打的这队是 LK。对，勾下。这个油我把没了，我人傻了，我人也傻了，感觉这波感觉真的也没有开多少路，然后就没油了。就感觉起步还不到一公里吧，这油就没了。那不是这个车漏油，就是有人在偷油。有一说一啊，确实有的车在刷新以后，因为我们在和平精英当中啊，这个汽车刷新以后啊，油是随机的。对，它不一定是满的一个状态。对，但是居米刚才看到一个空投，哎，可惜啊，令不在啊。在令要在的话，那肯定是拉也拉不住。对，令我这个就直接向着空投前进。对，令心说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这边酷酷的也不敢说话，那可不敢说，这一说的话P城里边的点就没了啊。先看这个圈怎么刷吧，会不会稍微向南刷一点点。哎，那周老师这样一说的话就往西刷了呀。问题不大，刷在了我们比较擅长的矩阵周围啊，这个也还可以嘛，对吧？而且 P 城南山的话，P 城南山往西走应该是会碰到 JCR 这边的话，一个 AWM 如果令知道了，那别说拉了，好吧，你把它按那儿都按不住，就石头牛也拉不住。是，不过看到这个圈一刷的话，酷酷他们这边直接深斗，而且哦，威放已经在周围了，应该是不会去打的吧，因为他们最近也不是什么火力车、火力车架起来了，威放不是火力车的，主要是 QF。 嗯，我们这边先打一波劝退枪，对对对对对，离我们远点。威放首先肯定是没想法的，嗯，这个点位威放肯定会想啊，今天 SMG 不在啊，这是哪个队啊，枪法如此之准确和猛烈，哈，没想到吧，就是我们 XQF 呢。啊，没想到吧，其实我们这波转业升灯快，而且看到目前踩的这个点位来看的话很快啊，这个点位的话一会儿如果说刷一个切角圈刷到外面的话，也是一个不错的打靶的点位。
当然了，看他们怎么选择。如果按照之前的 XQF 呢，肯定会在山腰或者是山顶的位置啊，布下一道掩护。但现在来看的话，应该是全员在防，全员守防了。对，哎，这场比赛也看到变化哦。对对对，你看1LG现在野马所站的山区的位置，之前的话如果是 XQF 应该是会去占下它的。嗯，徐米这边还是保车啊，保一下车一个防区啊。什么叫上等防区？上等防区就是视野好又能保车，哎，此乃上等防区，此乃上等防区啊，上风上水，哎，这个房价也特别的高。那中等防区呢，就是说能保车，但是视野比较差，你需要去外围进行一些啊站点。嗯，下等防区呢是视野又差，又保不了车，又保不了车，这种防区不站。啊，对，就是下等防区啊。嗯，对，那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这个上等防区啊，我们这个上等防区，这个上等实力。嗯，那这一局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好好努力一把啊。嗯。看到这个谷仓，哎，其实我之前就我打的时候，我刚开始是不知道这个谷仓还能上去的。我是看了那个伞兵的直播，他当场跟一个明星，然后在开黑，然后他教那个明星怎么去上去，然后我还学了一手。哦，来感谢一波，感谢一波，就是学技术嘛。嗯，兄弟们，看很多职业比赛，包括看 QF 这个战队视角的，肯定很多朋友都是在学技术啊。对，其实学技术啊。嗯，你就得看职业选手和职业比赛。对对，特别是什么呢，就是王牌以上的兄弟们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主播打东西啊，他打的呢就是比较奔放，因为他追求节目效果。嗯，他会打出些帝国干辣这种各种各样的操作。但是职业选手不一样，他是这种高度紧张的情况，就是最合理一种操作。嗯，所以说王牌以上的兄弟们想学技术就得看职业比赛啊，而且要来看我们 XQF 的线上主场。对，今天我们来到就是赚到，但是也是我们的荣幸了，能够让大家共同的来学习到这个在比赛当中应该怎样去操作。你看这个踩点，一上来就直接上这个谷仓，你就学到了没有？啊，一上来的话，先在防区进行稳定，然后呢，再把旁边的山区一站，那就美滋滋。ELG 这个山呢，可站可不站啊，留给你站，我这边留下。但是现在来看的话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啊，那就随便随缘枪法嘛。打下来是我们缘分到了，打不下来的话，说明我们缘分没到啊，缘妙不可言啊。这边穆茨停下来想干啥？想多看两眼吗？但是你没有听说过那个传说吗？在职业比赛当中，听到大盘机的声音，不要看，看一眼就可能会倒。原来你遇到的是伞兵。那现在穆茨，但是呢，酷酷早已把这一切尽收眼底。想走呢又比较难受，因为车是没有起步的，只能是把车放在这个厕所后面，避风筒。先保一下这个载具，可能接下来要期待圈行吧。期待圈行，嗯，我是不太敢说了，好吧。你是不太敢说，好的。因为这个阶段的话，刷的也比较快啊，周围的话暂时应该不会起太多的波澜。嗯，对于一起浪啊，包括说刚刚过去的天霸来讲的话，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欲望和兴趣。哎，从这个视角看的话，天霸和 JCR 应该离得挺近的啊，待会儿是不是能够坐山观虎斗呢？包括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天霸和一起浪他们差不多是一个转移路线，嗯，但是一起浪呢他们是停在了我们左上角的这个位置。嗯，那其实这样一看的话，包结合一下我们之前掌握到 ELG 包括 TK 这个信息，现在我们是一个众星捧月的地方。哎，众星捧月啊，那这样呢不好意思啊，啊，随缘枪法，酷酷还打倒一个，但无奈对方狂哥哥已经来了。嗯，哎，没关系，就只能是先警惕一下啊，红牌啊，黄牌警告，你再要漏的话，那不好意思了，红牌发出了啊。哎，这两个人可能都要被我带走。对，现在啊，对于整个东南边这片麦田来讲的话，酷酷啊，就是一个执法官，就是一个裁判。我们这个是已经掌管了这片麦田，主要谁来？哎，如果刷一个东南切角啊，那就很舒服了。哎，吸过来，吸过来，看一下。哎，没有东南切，往南一走也还可以。那这样的话，居民和 Power Boy 是不是可以去，向着令和酷酷的这个点位去集合一下呢？最关键的是令身后，他马上就要刷一个空投了啊！这个空投很关键。这个空投一刷的话，这个令可能要往空投前进了。嗯，很积极了。队友的话需要去，看一下吧。毕竟我们刚刚给到那个圈行的时候，其实北部还是有一个妖气。妙啊！这一波 XQF 想的不是收缩，而是说想要卡住北边进圈的队伍，所以说是山上的两兄弟向山下来集合。看到这边威风，来听一下选手的语音。去帮居民，我去帮居民。
们那边有跑，网点那边。我旁边那个山水庙有了，他那有个圈，但二三没圈，二三是一点圈都没有。不能圈就不圈你的宝了。刚刚就打了个 DKG， 也是在麦地应该。一起上是三层庙，打到 AG POS。OK，AG POS 应该是红洞的。这个 BOSS 是这里的吧？都是 I 打了个 DKG，DKG 死了两个。神秘送来的。哪个？哪一个？苏总那边顶了。六 G 六幺九。右去倒一个六幺九，六九死，六九死完了，右去倒一个。你这在哪里啊？是在哪里啊？别打这个人，陈明，不要这个人。OK。让他给右去拍的。右去我们打山上的，我们打山上的，帮这个独狼啊，帮这独狼打，右去又倒了一个，帮这独狼，别让他出去。我总觉得他那个。有个人在绝对在麦地上趴着，你有没有感觉？他那里还被 Gimme Five 抽， Gimme Five 应该在后边。已经到厕所了。一个三到厕所有人了。嗯。哎，开车走了。啊，去打架了。二十三还有人。他们应该只能开车挺过去。你跟我讲一下，他们人都是怎么分布的？哪里是谁？右边是邮局，但是要么你是一起绕。去撞了。撞了吗？嗯。不打架吗？打了。大子那个。他右边应该还会放一个加枪的。现在体验了。你们山上哪里有人啊？嗯，蓝点那里应该有人啊，开到顶前面去了。黄点那里是威霸，他又倒一个。这两个分我们可以拿三兵。OK。威霸又倒。要不就只剩两个了吗？对。他要么应该人不多，人不多。他们没车了吧？谁？没车了。右局。没有了。没车他就是推。你打我。不能打的。威霸死完了。他好像封烟了。好一个。牛逼。那个石头后面，我能丢刀吗？不。哪一个？这个吗？哦，不止，不止。那个、你们小心点啊！你们绿点厕所有人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没落那边车程， okay. 我们得卡这一队。他们几个人？两三个。应该两到三。那要我们再过去一个吧。我过去吧。你去。你要判断人数，拉人过去包。这边我刚才给你到右边。不知道。嗯。妈，烟太多了，再来一个。那你去左边被迫找个地方。左边被迫会被金米饭那边打。金米饭是哪里的？你要来了。给我来找一个。过了。有雷，别吃雷。听见也有一个。我知道，你别吃雷。还有两个。别吃雷。那石头后面应该有一个，你摸过来一个，这位在你独立吧？独立。我等一下去捡这个包。
上我注意那个人啊、哦。对。嗯。我先舔手包。我等下子弹。嗯。舔完我去舔。你再给我打个烟行吗？哎、啊，突然拿呀，突然拿。拿出来，粉面。你再给我打个烟。哦。本来这里正来一个人拿车。嗯。该他死了，来这个路扛不起的。不确定。两个车都过来了，都很疼，都很疼。我们那个厕所，蓝眼厕所是没有人的。嗯，那不是瞎吗？空我们这边。我们得推对面。黄点烟，金币饭啊！你舔，能给五？那五六我都舔完了，你要多少我给你。我一百。五六全舔了。我一共一百。我和令说。五六我一百。OK。有了。黄呢？你毒死了。我可以拿我们的烟火。嗯，不管他，留一根摊，你看后吧，你看后。给我子弹，我给你，来，你看后，你拖点后，能踩上去吗？我们，哎，说 ，OK， 能踩上去吗？来来摸山啊，可以，来摸山啊，来啊，三个摸，三个摸，留个就行了，我给你，你把车子给我呗，丢了，这种人还有吗？那个车我不知道，那个车一直没人露枪，一直没露过。来吧，我们直接碰我们这边就够了。对，来，你们两个后面再带车，我们拼命往前摸。车上还有人，我车有人，我加车走。摸一面，这边还有吗？这一面我加走，后面，我加着，我能加着，我看着了。天霸打了个 AD 直死，你抽吧去。稍微给跟图摸，你从左边过 ，OK， 我去往右边摸。三是天霸的。前面打个过去啊！哇，好凶！我们左边射的还有狗吗？海明能看到吗？没有，左边射的不可能有人了。从左边摸看，像没人。那个树可以秒你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到。你们可以控我们右面，前排又死一个，我们可以顶过去，哥哥。右边车死了，我觉得可以步兵顶。可以。黄连，我来了。一起浪倒了一个。嗯。一起浪死了，没了。在这里，一起浪在这里，那个烟。那是 AD 破。啊，对 ，AD 破了。我那几张没跳，天霸没死完。左面、右面、前面得控住啊，红点。你们控。OK， 交给我。青青有一个。在哪？先脚步了。沿着全面打。右面石头。沿着全面打。五的。小心全面天霸。对。我们把全面清了，过来。我在清。前面这一波子啊。走吧，先把死是吧？往那边顶顶。A D boss 呢？哎，我这就在前面平原塌的，应该就我们前面这边平原哪里塌的？这摩托，这是摩托，这不是，这摩托。能顶过去吗？可以不顶啊？来。还就是四 M 金币派了。一 A D boss 还没走吧？闪避。干嘛？往左边这个树拉一下。右边别放。看右边。右边别放。那行，你别放。你往前顶啊。来，对面。干嘛？往左边清一下 ，AD boss 我记得没死完的。没死完啊。你多少人呢？死完了。止死吗？止死。把右边控了，我高点不动。你们往右边控，我左边都不带车，我拖后。金发流血流死，不是这一队，有两队，还有两队。我还可以拿个去卖地加出证。不，不行。这烟谁崩的？我崩的。哦。我去往右边看一下。我左边枪都没看到人。看到一个，这个。这我看到一个。应该是 M。我红烟往前进了。
你帮我看一下，我怕地面派还有人在那个车阵那边。哪个车阵？那车阵不是跟你们。这两面地面。嗯。我们红外了。别着急，控制住，别着急。先往那边刷，我们不好往前走了。我们是从另那边往前突，别着急。第一块支持，陈老师应该是。我觉得可以往前顶一下了。我这里不好带，我得另去另那边有还有地方带吗？我这边只能贴他们打。啊，这个时候可以。可以顶，那不是可以顶，我能架了，那是跟命，进去。去。左上有个，八开左上。我打药，我打药。我没有烟，过不去。有烟，我往外面打。打了，你等等。打了。另等等。等我。我也去拉弓。可以。别急。后方有一个。我们那个没人救了。别急。还剩两个。你们在搏架。在你们左手边那个坡附近，哦，我看到一个，这个都是我的。又倒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来，等，别急，我来了，没了，有病，没。让我们恭喜 ，FQF，OK， 太开心了，就把吃蛋糕了。